瑞飞哈，这种精聘请的我都把身经都往上升。对，好重啊，那一条。对，脖子上那一条。这是镀的。真的吗？电镀的。K金的吗？哈哈哈哈哈。铁乐式的。好的，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我们瑞飞哈，瑞飞呢？啊，曾经是这个是啊，我们的这个星光大道的常胜军，是的，而且呢，也曾经呢，他现在目前呢是这个创作型歌手啊，正在积极发片中啊。对，然后我是比赛的时候遇到了旧歌，他是星光的 PK 大魔王，把我们吓得半死这样子。真是亲爱，真是欺负小朋友啊。对，好可怕呀。好的。好，接下来刚刚旧歌带来一连串都是西洋歌曲，我来安排几首那个叫做